手游酷玩。坚果太晚了，我不敢回去了。确实太晚了，那你就睡在床那头吧。坚果，快看看几点了。2:40。那继续睡吧。1小时之后。坚果，快看看几点了。3:40，墙上有表，你不会自己看呢。我知道有表，可是我不认识啊。那你到底几点起床？你告诉我，叫你行不行啊？我问你几点也不是要起床，是要看还能睡多久。你饶了我吧。几点了？喜欢记得点击订阅哦。